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冬泳自由的游泳的主要是前几个动作，一定要记住，手拿出来，目视前方，哪管它是前面是一条大海，无所谓。当我们两手合十，当我们穿到水里之后，穿进去之后。 把水要扒拉开，扒拉开之后顺时针挠回来，摇动双臂。不是，教练，啊，咱们是自由泳。啊，你这好像是狗刨。不是你自由点，你刨一会儿不就刨开了吗？那不那个。 好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还用我再讲一遍吗？不用了，来，预备，哎呀，跳！来，那再来一次，预备，跳！哎，你有认识人啊？这小子，不是，这教练啊。 动不是了，粘上了，腿粘上了啊！哎呀，哎妈，疼啊！哎呀，下不来吗？哎呀，下不来。哎呀，哎哎哎，疼疼！哎呀，哎呀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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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活动活动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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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大，啊哎呀，哎呀哎呀，下来了下来，哎，这边，哎呀哎呀，把我掉进去，来，哎呀哎呀，哎呀，活动活动啊，来活动活动啊啊，来来来往前，哎哎哎，差前面了啊，后边下来了，啊。哎呀！哎，哎呀，你干啥去啊？这教练呢？太冷了。你怎么？你别冷，我冻上了现在啊！不是，那你自个先哈一会儿吧，我先屋挠挠去。你这么的不好吧？我挠挠去，我。哎。在这个三位评审点评之前呢，我感觉他们俩有个共同之处。哪？因为今年在我们辽视春晚上，本山老师带着刘晓光，演了一个小品叫《中奖了》。对，其中有一个在下热水池子当中的一个表演，刘晓光表演的就非常好。咱们现场要不要再回顾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，我觉得这个让我试试我演一下。是这样。因为两位刚刚他下了这个冷水池嘛，你要下热水池有个对比。来，现场的好朋友，掌声不够激烈啊！哇，
好。